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今朝记录更新，我辣辣嘉定区江桥镇拍个视频啊。那么今朝呢，还是采访一位本地老爷叔，特意聊聊天。那么今朝视频有啥内容呢？哎，我都讲，就跟牢我镜头，阿拉一道去看，叫吧。这里生，这里长的。江桥，你以前嘛属于，以前是属于这个江苏了，对吧？封邦啊。我们这里封邦，原来封邦个。江桥和平，我们叫江桥。啊，后头是叫江桥，对吧？最早是属于封邦的。现在像搿种农田已经是看不到了哦，那这江桥也好看到呢。不大看得到。不大看得到。你在路上走，土地都找不到。搿搭嘛，侪是现在外头啥金鱼路啊，侪是工厂啊啥比较多，对吧？阿叔，侬平常是也还有其他工作的吧？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，我49年生的。啊，49年生的，看不出来。啊，看你像50多岁的样子。73岁了，我61岁退休，已经十几年。啊，你73岁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你保养得很好的。这个，我住到68岁。啊。我在看门什么，我在休息。晚安，打打麻将。打打麻将。下午来搞搞自由地，下午打麻将。嗯。现在日子还蛮舒服的啊。像我们退休工资啊都用。我们分有土地嘛，退休工资，最起码2500到3000，是吧？我们3000多。退休工资3000多。啊，一般性吧，啊，你说多嘛也不多，说少嘛也不算少。农村对吧？那工人不好，工人7000-8000。工人也是4000-5000嘛，要看的。那现在您退休已经十几年了。对。啊，那每天的生活也比较充实啊，是吧？身体好最好，是吧？身体好是福气，啊。宝宝，对吧？对。那这个平时自己在一个人打理啊？这个啊？平时这个？我老婆在。哦。那徒弟这里好多都是我家的。那这个地现在也是你们的，是吧？种是我们种的啊。怕我收掉了就没办法，是吧？那看样子暂时也不会收嘛，对吧？这地方就没人要啊。没人要，嗯。他没有出路，那前面厂房造好了，那个谁呀？这边能干嘛？也干不了什么。对。那这边南面到这个地倒有人要了啊。南面嘛，现在已经施工了。嗯。那是我们的村庄老个地。老个房子。十几地啊。拆迁十五年了。你看。那现在你们住在哪里啊？小区里面，啊，那算商品房的房子啊，是以前就动迁过去的，是吧？还蛮好的。那没问题啊。啊。13号线。对，还蛮方便的啊。我们过去电瓶车可以。过去10分钟左右吧，应该。现在这个江桥镇基本上都城市化了，像这个地方这种场景。很少能够看到了，对吧？找不到的。你在外面也不知道的。对，这边土地看不到。哎，这个土地真正看不到的。有的那手机那个拍照啊，什么菜不懂啊？对，田园风光。师傅，前面一条路也通的是吧？前面的路啊？这条路一直通到那边一河，那边一河，这个河。啊、哦，沿河走的。不通了。反正现在像你们退休的，开心最重要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对吧？钱不管有多有少，够用就行，够用就行了。对，好，师傅，我再转一转啊。好，谢谢啊。